大家准备卸个妆去吃个饭，然后六点钟才下去。不要去吃饭啊！不是，对不起，换个衣服吃。我们现在离场也蛮远，中间有两个小时吃饭时间。然后我们现在在，因为在东城这里，所以到时候就去三门水。一会儿六点钟下一次，所以我们要在六点之前赶快。现在我们去吃饭的路上，然后一会儿还要回来再排练，就多亏这四个地儿还不错。对对对，然后所以痛苦 SOHO 旁边离 San Marcos， 我们再往 San Marcos 走，超级可爱的亲戚。自己的男朋友今天特别给力，在底下呐喊。还说我们的中国风是最棒的，耶、yeah! ！First for four， 我们下的 Samax， 这样行吗？还是有点短？可以可以，是这样的。要再长一点？长一点点也行。搞得挺多的，一点点是。看见没？哎呀，看来成功按在这里了。长一点。但是你们在整鼻子的人，小心点，别压爆了！我说这个裙布，把你的管子压爆，不要碰燃，碰我一下，我是空着。可以。有人整鼻子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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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怎么老看你在缝东西的事儿？你昨天就在缝，今天也在缝。这是专业呀。是什么田螺姑娘？缝缝补补，一生可能就这样过去了。这回在录像了，后场来给你一个全身的故事。嗯，还是闪亮的。然后我们要过去，要么没事，我会一直在原地转转。来来来，在录像。哎呀，满满同学。哎，是那个哎，小麦迪看。请问你问？哎，我还就是还在整鼻子，这快还没结束呢。我挺壮，从后台看，我就是这样，是不是很美？
会儿。还撒瓦迪卡不撒瓦迪卡？你到时候看。现在完全就是，小姐你好。再见。小姐你别客气。再见。你已经彻底了。啊！别用他，别用他，别用他。你上午用的就是我的，你能不能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他在化妆，过了二十分钟他还在化妆，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小时还在化妆。这是记者朋友，一个女人说话的时候还长。哎，能不能去把你的舞练练？练了呀。啊，好好练练。练的挺好的呀。练的好一点，练的专业一点。啊，对。嗯。不能像你那样老是跟不上调。血盆大口，哎呀，自己画的，你也要这什么？凡是谁给你的勇气？这你还能当我学长？你有二十吗？你有十八啊？真会说话。喊出我的名字。喂喂，那我们呢，发现已经到后场，其实这个晚场已经是下面一场了，所以大家的状态就轻松了许多，跟下午的时候不太一样。肖老师编的极为三俗的丸子，哪有摊三俗？
每到犯规难道还三次？每到小犯规可能有二三次。对，犯规就犯，再来说一遍。每到犯规，对，骚到犯罪，完了录下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如果犯规的话，你说呀。如果您因为犯规或者其他任何原因需要法律咨询，欢迎咨询。有啊，那个什么，我朋友就说我们节目的。香蕉女团。0:22，大家还在那嗨呢，我就坚持不住先走了。大家都说，哎呀，就唱一会儿就回去。那时候可能是，9点，然后我现在大家都还没走，超嗨，一直都很嗨。showcase 就更到这里啦，下次再见吧。我要先找车回家了。